好，可以啊。好。那校长可以帮我讲一下，说像这个快筛试剂，未来是不是会直接推广到北市所有的夜市？我现在是没有想到要推广，那当时最主要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，主要是疫苗有没有早点。好，那现在看一下这样的，那看一下我们目前是有。